盘点讽刺性极强的一幕。你愿意陪一个男生吃苦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不愿意？因为他不配。先生，我帮您看了一下，这些东西一共是115,000。对着我说干嘛？对着他说呀。你不是要追我吗？你说今天带我出来逛街，我说看你表现。你要是这些都给我买，我肯定当女朋友的。你一个月5000块钱买110,000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是他自己喜欢的，他自己要买的，给他刷卡。他一个月5000块钱工资，你给他带个信用卡，你再不行旁边小额贷给他带一下，让他自己全部买掉，以后让他慢慢还。这也太吓人了，老百姓安康成大方圆神州大药房天利寺一村，这一条街，这干啥？药房一条街，太狠了。绿的汤挺有点结束，一点绿都没有呀，都是科技与狠活呀。你瞅瞅这些芯片的搅拌均匀，好了，这就都抹了。嗯，绷不住了。你隔壁的那个医生，那个妇科医生，他的奖金可以到4000到5000，我最高的奖金我还记得很清楚，172.5块。他说你可以多开些药，我的医德、教育背景，啊，包括我的信仰，不允许我去给病人开病人不需要的药。现在干什么最挣钱啊？您就去这种顶级的写字楼一层看看目录就都明白了啊。层数越高租金就越高啊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底下都是干金融的，上边都是律师事务所啊。干金融的骗了钱了，找律师事务所捞人啊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现在最挣钱的行业啊。男士也可以上啊，你赶着去公厕吗？你进男厕不行的。现在有男人上吗？没男人也不可以进啊，规矩来的，不可以的，出来。出来，要不然上完厕所。你们先出来，你们这些个男人怎么进去用啊？快点出来啊！怎么男人用了你们就不能用了？这种男人。欠姐出去2000块，经过我不要脸的努力，终于把她要过来呀、啊！没有利息，也没有干系，唯一好处就是多拉要仇人。恁都遇见过这样的事儿没有？重申一遍啊，9块，啊，9块钱1个小时，啊，超过9块的自己找老板。看着没看着？肯定了。咱们都这么这大过年这么多的，他们不吵。你这干工地干多少年了？干一辈子了，这不便宜。那你这干一辈子楼，最近能买七栋楼不？那啥房子也买不起。你啥房一块也买不起啊？嗯。咱想起来干工地啊。咱就干工地。你说别人就不干工地，你知道的。这活干一半的时候，我问俺爸这块地的话是炸油能炸多少，俺爸说差不多炸的一壶。我问他多大一壶吗？他说差不多都100块钱那么大一壶。我的妈！我听他说这话，当时我都不想斗了。三个人干一天半，还不算前面点火时的功夫。这老百姓赚点钱真难啊。闺蜜和男朋友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我会选择闺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闺蜜是可以陪伴一辈子，就像我旁边这位小姐姐。但是男朋友是可以经常换的。是可以经常换的。咱们现在这不马上要结婚了吗？我写了几条，你得给我签字。第一，我爸说了，你的房产本上必须得加上我的名字，为了以防后患。第二，婚后我不做饭，因为我现在也不做，我也不会做。第三，我不洗衣服，不做家务，不洗碗，因为这个活都是比较伤手的活，女孩子嘛是需要保养的，我不是嫁到你家当保姆的。还有第四，以后有了孩子肯定是得你带孩子，这个工作你也知道，我工作肯定不能辞。第五，我的工资少，所以咱房子的租金必须得给我，你租多少我不管，反正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就行了。第六，咱家孩子得过月嫂吧，对吧？最少得6个月起，能减轻咱俩的负担，也算是给你减轻点负担。
那叫半年嫂，那叫月嫂，月嫂是一个月。第七，咱这房子房贷得你想办法还，你得在家带孩子，我带不了。还有吗？有。第九，不能在屋子里边抽烟喝酒，赌博这种事情更甭想。那就是在外边可以抽烟喝酒吗？你有应酬喝酒可以，但是你必须每天晚上那个9点之前得到家，我随时打电话你得随时接。目前我先想到这么多，等我想到别的了再添加。来，你把字签了，你同意吗？这最基本的结婚要求。师傅，为什么有些女人穿着露胸装却又捂着胸口呢？因为她怕穷人看到，又怕富人看不到。